让美食快乐起来。各位好，这里是东南卫视由嵊州食用油独家冠名播出的《时来运转》，我是主持人郭涛。嵊州优质食品一条和油优化膳食脂肪酸比例。我们今天请到的呢是西餐世界级的大厨，欢迎我们的刘鑫老师。刘鑫，中国西餐大厨，五星级酒店行政总厨，他是厨王争霸中唯一一个带队在意大利客场用西餐战胜米其林大厨的中国厨师。介绍一下这道菜的菜名叫。这道菜的菜名其实我是想做个面。面。哎，对，看。哦。这个面，我以为肉是主体，没想到面是今天的这个当家人。对，今天我们要做一个小牛肉奶油烩意大利面。小牛肉奶油烩意大利面，好吗？好，好，那我们就操练起来。好，好，我们先做个水，好，然后煮个面。要先煮面。对啊。把面煮好喽，然后呢，再开始来料理这些食材。嗯。我们煮面的时候呢，在这个水里啊，放一点盐，放点盐，对，放一小勺啊，好，盐就让那个面一会儿有一点咸味儿，明白？好，然后呢，煮面的时候啊，我们再放点油，是这个油呢是嵊州今年推出的优质食品白金优选食用调和油，和食物搭配在一起烹饪的话呢，可以优化膳食脂肪酸的比例。对，这个油呢放进去之后呢，是为了让它这个面啊。不粘在一起啊，明白了。哎，好，对，要分开。对，把那个盖子递给我，我来帮您。好，我盖上。在这个做水的时候，咱们炒这个酱汁儿。哇，这个火太大了。没问题。好好 ，OK。我们还是放一点这个油，嵊州的调和油。调和油，放一点点。哎，这个水，你看很快开了。没错。现在开始煮面了，我们把这个面放进去。意大利面和咱们这边的面有什么区别吗？意大利面就是它用鸡蛋啊，等于咱们的鸡蛋面。对对对，但是它放了一些当地的这个小麦粉，萨摩利纳，它放进去之后一起搅的。我们更多的是加水，是他们更多的是用鸡蛋，明白了，做这个面啊，所以。面的种类其实还是咱们中国多一点。对，其实我们好多面啊，中国的面也很多嘛，宽面、窄面、鸡蛋面、细面、龙须面、阳春面，各种面，因为中国人爱面。我们在牛肉里啊，搁一点盐，然后放点胡椒，提前先下味儿。好，这有点像中餐啊。对，对吧？但其实不是，其实不是，我们炒一下这个牛肉。好的。牛肉炒到几分熟呢？牛肉就稍微让它变一下色就可以。哦。哇。哎，牛肉变色了吧？变色了。啊，让它嫩一点嘛。所以就让它先变色。对。好。变色了，我们就把火关小一点。我们把牛肉盛出来。好。哇。香喷喷。然后呢，我们再加一点油。我们要炒这个洋葱。洋葱了。对。我还记得你上次教我的这个，切洋葱的时候呢，怕被呛到怎么办？拿个保鲜膜贴在脸上。然后我又问这个刘师傅，我说呼吸困难怎么办？你再戳个孔。哎呀，好。这个洋葱呢，还是为了让它调香，是感觉这个面很香，就跟我们喜欢放大葱，对，喜欢放那个姜，道理是一样的。明白。所以这个西方就很少用什么葱姜蒜啊，对对对对对，他们都用洋葱，对他们用洋葱，哎，洋葱炒软了，炒香了，对，我们这个面其实也差不多了，是的。等一下用那个面，我们先把这个蘑菇放进去，好的，加一些香菇，喜欢吃蘑菇就多放一点，没错，这香菇抗癌。对，我们加一些平菇。平菇。对。一起炒。一起炒。对。这边其实当时已经准备好了另外一份面。哦，都煮好了这个面。对，都煮好了。那一会儿我们就直接用这个面了啊。好的。好，我们等一下啊。
然后蘑菇现在好了吧？嗯，我们要把这个酱汁放进去啊。我们有两个酱，嗯，一个是奶油，奶油呢用淡奶油是啊，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牛肉汁儿，牛肉汁这个我们在市场、超市都可以买得到。明白，这牛肉汁儿为了提香的，提香的，对对对，嗯，我们可以放一点牛肉汁儿。放三小勺就行了吧？明白。好，三小勺牛肉汁，让这个蘑菇充分跟牛肉汁在一起。待会这个，放下去这个汁的时候，就会有那个奶香味了。对对对，然后我们牛肉汁放了以后，就少放一点盐了。嗯，我们就放一小勺盐就可以了。明白。牛肉汁本身有味道。对，我还是比较喜欢胡椒。胡椒。对，多放一些胡椒。冬天吃也很好、啊、对，然后把我们刚才炒的牛肉倒进去，它有水，看到这个汁，哎，有哎，一定要把这个汁儿一起放进去啊、哎、这个应该就是精华了，对，这个精华了，然后我们把这个奶油放一下，嗯，多放一点啊，明白了，如果你喜欢吃奶油就多放一点、啊、是，好，黄油呢也是根据个人的这个口味，根据个人喜好了，嗯，放一块就可以，嗯，好吧，好的，然后你看这个汁儿现在很粘稠嘛，是，对吧，对，看着眼看着这个奶油跟这个黄油就混成一块了，对，混成一块了，我们加一勺汤，嗯，我们放一点点原汤，然后我们把刚才煮好的面在这，好，我们放进去，好，谢谢。好的，这时候就可以翻了，嗯、就可以翻了，翻转，让那个奶油呢充分吸收进这个面条里边。嗯哼，嗯，我突然觉得这锅面很补啊。对啊，这个牛肉啊、奶油啊、黄油啊，还有鸡蛋面，真的是难怪意大利人这个身体素质那么好。其实这个我已经很照顾我们中国人的口味了，哎，我加了一些牛肉汁啊，是，然后。更多的牛肉的感觉啊，能让中国人吃起来像中餐一样，是，然后你看它现在这个汁儿吸收进去了、嗯、是，然后我们弄一点香菜、啊、香菜切碎了，意大利的香菜碎，哦，意大利的香菜碎，哎，意大利的香菜，那撒，你看现在这个颜色吗，嗯，好看，很漂亮了，对，哎，其实现在就好了，绿的特别的纯粹，对，然后我们装盘，当当，你看眼瞅着这个就好了，这个真的是应该非常非常的棒，因为我现在在旁边已经深受这个香味之害，哎呀，才吃完饭没多久，我现在怎么又饥肠辘辘的感觉了，你饿了，已经饿了，因为这个味道有的时候啊它就是一个引子，全称刚才很常叫牛肉奶油意大利面，对，已经是装盘完成了，嗯，我突然发现西餐我拿双筷子在这里，我应该跟您借这个才对的，没事，没关系，为了方便使用，我们两个一起来，对哈、哦、我们试一试这个意大利面，嗯，香菜加在上面，然后呢这个面加上蛋的味道还有香菜的味道，嗯，口腔里感受特别好，我再吃小块牛肉，对，一定要吃块肉跟那个洋葱啊还有蘑菇一起加在一起，是吗，对，加在一起吃，加在一起、嗯、好吃，好吃吧，就现在这个主要的奶油味啊都是停在这个牛肉上面，对对对，所以我刚刚问您全程的时候这个奶油是个重点，嗯嗯，我现在什么都不管了，先吃饱再说，哈哈，要我不说的话你就忘了是吧，不加也可以啊，不加也可以啊，那我要加，这个时候要加入水了，老公，哎，帮忙干嘛，来点水了，啊，其实他叫的是老公，我知道我知道我已经压抑自己很久了，叫的是老公，差点帮忙来品尝，老公我不敢吃啊、哎、两个人在这里你浓我浓，一个夹菜给另外一个人夹，你以为我就不会吗、嗯、来，婆婆